望我静静的主宰。祈祷是我们的骄傲，黑色的企业像月光下的人骄傲。我拼命的抚摸着你的悲哀，那你知不知道，在这里面，谁受的伤害最大吗？高真真吧，谁叫她？你错了，是玉玲。她只是一个小孩子，她最无辜了，她却要被迫面对这么复杂的成人世界。你每一出手，都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狠狠地划上一刀，难道你都看不到、感觉不到吗？我已经跟 Michael 谈过了，他说现在虽然不能解决我们的事情，但是他答应我，他会对我负责的。他要怎么对你负责？从头到尾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吃亏。妈，为什么一直以来你一直在算计会不会吃亏啊？就连你把我生下来，你也在算计自己会不会吃亏，你知不知道？感情会被你越算越薄的。我哪有啊，妈，我以前真的好恨你哦，我恨你为什么处处都要跟我计较，处处都要跟我算计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后竟然会变成像你这样子的人。我算计也是为了你好啊，可是算计得不到什么啊。我虽然很爱 Michael， 但是我却处处跟他算计我得不得得到名分，我有没有地位，但是那是不对的。妈，我到今天开始我才知道，原来感情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小孩，我也不能再怀孕了。当我摸着肚子，我很难过我再也孕育不出新生命的时候，只有麦克在我身边，他只有他知道我胸口的痛。因为他这样对我，我不会离开他的。妈，我以后会自己照顾自己，你回南部去好吗？我也想过了，我待在这里会增加你太大的压力，我明天就回南部去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妈，我有空我就回去看你。不知道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妈。很多做儿女的都跟你一样，不敢说出自己的心事。其实试过一两次之后，就会发现到父母亲啊是一生中最好的朋友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用我的父母亲情去换取我想要的东西。我知道你去过了八号当铺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，进那个害人的地方，以为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，结果都失望了。我真的是太傻了。八号当铺就是利用
人类最脆弱或是有贪念的时候，引用他们典当最宝贵的东西。那你可以答应我，今后都不要再走进八号当铺了，好吗？嗯，好。占有不代表拥有，成全不代表失去，只要你愿意放开胸怀，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最想要的踏实温暖的感情。这盘棋下到这一步，究竟谁输谁赢？难道我真的在无意之中伤害到无辜的玉玲？高海，主人，你为什么让一个老太婆那毫无价值的健康交换林冠华的责任，而且你还让他无病无痛，只是丧失心智？主人，这只是我的一步棋，我的布局只为了引发更大的冲突。哦，是吗？是的，主人。当林冠华有了责任感之后，他根本无法面对荣华园和林家的混乱，尤其在面对高珍珍和叶明芳这两个女人，他更加不知道要如何负责。还有呢？一个失智的老人对周遭的家人会产生非常大的麻烦及困扰。想想看，林家正遭受这样的考验，林冠华对荣华园恐怕是愈振乏力了。很好，你这盘棋布局巧妙，你可要步步为营啊。我准备把荣华园重新开业，但是这只是我的计划，恐怕还言之过早。厨房里面现在没有大厨，外场人手也不够，我还得照顾珍珍和我妈。但是该做的还是得做下去啊，我总不能让荣华园的灰尘是越积越厚。也对，那你有没有想过找明芳回来帮忙呢？我怎么跟他开口？我现在哪里有脸再去见他呢？有没有脸是一回事，有没有心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不是常常说你要对明芳负责，要对珍珍负责？负责是要付诸行动的，你懂不懂啊？明芳住在你那儿吗？怎么是你呀、明芳啊，我可以进去跟你聊几句吗？进来吧。请坐。谢谢你回去看妈，妈很需要你的照顾。妈每天都在念着你。如果不是为了妈，你还会想得起我吗？明芳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希望你可以回家，让我们的宝贝女儿有一个完整的家，她能够快快乐乐在一个正常的家长大。你这样对高珍珍公平吗？他会明白，他会理解我的处境的。你以为伤了一个人的心
讲一声对不起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你当初扔下我和李宁不管，把高真真接回家，现在你来敲门，来跟我说你负上责任，你认为这样子可以解决问题？你这样子做，不但是对不起我，而且你也对不起高真真。我知道我过去太荒唐了，所以你对我已经心灰意冷。但是，我知道我自己错了，我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不负责任的林冠华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我在林家当了十年的媳妇，爸妈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。我回去照顾妈是应该的，我也要尽我该尽的孝道。不过我回去只是想照顾妈。我想啊，女方如果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也别多想了。我想，你应该要好好想想怎么样重整荣华园。毕竟，重整一个餐厅，比重整一段破碎的感情来得容易。你回去，对师母，对李宁都好。我会让李宁回去陪妈。晚上我和李宁还是住在阿金家里。等妈睡着了，我会回来陪你关店的。不，你这样两边跑太辛苦了。因为啊，我两边都挂念着。明白。你知道，我对你一直……我知道，但是现在我还是不可能。我知道，你放心。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有空吧，我带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家庭温暖。石头布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这是布，这是剪，这是石头。剪刀，我来开门。布，阿姨，阿姨，小姨，你好乖。有没有想我？有。有多想？很想。有没有那么想？有。那高叔叔，你有想他？有。高叔叔好想你哦。冠华，你回来了。明芳正这煮你最爱吃的粉蒸肉，哎，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快来坐在妈身边呢。奶奶，他是高叔叔啦，而且明明是你喜欢吃粉蒸肉吧？哦，对哦。是我爱吃粉蒸肉哦。冠华，来呀，坐在我身边呢，来呀，去啊，去吧。冠华，让妈看一看。你看，餐厅的事让你太忙了，你都瘦了，怎么瘦那么多呢？冠华，你怎么不理我了？你为什么不理我呢？把我手拿开。妈妈，我想说，冠华只是太累了。太累了。嗯。冠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冠华。你不是冠华，那明芳，那冠华到哪去了？冠华到哪去了嘛？啊，林妈妈，你先别急哦。他是冠华，只是他不是以前的冠华了。哦，哎，冠华，怎么到家里了，都还没叫一声妈呢？叫啊，叫啊！妈，乖，好乖呀。慢慢的招牌不低头，迎面而来。
来，街上的灵魂全都可以买卖。他是冠华，只是他不是以前的冠华了。哦，哎，冠华，怎么到家里了？都还没叫一声妈呢。叫啊，叫啊。妈，乖，好乖呀、啊。奶奶现在每天都跟我玩扮家家酒的游戏，你现在假装是我爸爸，阿静阿姨假装是妈妈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帮阿静阿姨捶背、爸爸帮奶奶捶背。好啊好啊，乖乖，好有趣的样子，来嘛来嘛，怎么捶？这样捶、这样捶，捶背啊，捶嘛，容易的，对吗？爸爸，你太轻了啦！我是小朋友，力气都比你大。对呀、对呀，好棒哦，依琳。冠华，你好久没帮我捶背了，谢谢你哦。哎呀，冠华，你要是餐厅的事太忙了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别累坏了哦。儿子，你要上哪去啊？啊？我先去休息。哦，好，去休息，别累坏了啊。妈，吃饭了。明芳，我跟你说，冠华回来了耶。跟你讲，你一定要留住他哟，不要哦，让他给外面的坏女人带走哦。妈，你放心呐。现在呀，没有坏女人，没有啦。嗯，啊，那好，那好啊。哎，玲玲，来，我们来玩猜拳的游戏，跟大家玩哈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我赢了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欢迎光临，茶叶传情怀。我有朋友，是水果茶。其实你刚才陪我演戏，其实你还是不忍心伤害一个老人家的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忍心的？而且我陪你演戏已经不是头一遭。不过你刚才叫那一声妈叫得好有感情哦，其实你还是非常渴望拥有家庭温暖的。随你怎么说，不过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就算人失智了还是会对亲情有感觉？这叫血浓于水，因为父母亲对小孩的爱已经超越一切了。这样吧，以后啊，我来慢慢跟你解释，等你完全明白，你就会很想离开八号当铺了。打烊了，小馆打烊了，爱情可没有打烊吧？是你啊，明芳呢？没跟你回来。哦，今天晚上林妈妈拖住了林芳，所以她过不来了。是啊，师母那么需要她，她一定会放心不下。最后一定还是会选择回到林家，到时候我……感情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，回不回林家，明芳应该要自己选择，而这个决定就他自己心里明白。只是明芳的决定里头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我呢？你的真心真意，他一定可以感受得到啊。只是他现在要处理完家里的事情，才能想到自己嘛。明芳现在的心情和处境，你应该最了解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摆在心里头，没有说出口，主要也是不想让他造成困扰。
到前一阵子，我们俩都离开了荣华园，我想说，应该可以在一块了。可是现在，天灵啊，相爱不是真的要占有对方，虽然人不在你这里，他心在你这啊，这叫做信任，才是真正的相爱。阿晴，谢谢你，这道理我懂。你先走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好好想一想，不是要你胡思乱想。看你现在没精打采的，哎，酒少喝一点。明芳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子，也会很担心的。天灵，要振作点啊！我先走了，我再来。一下子没站稳，滑了一跤。还好吧，明芳姐。高小姐，你怎么来这里？我今天是来找明芳姐商量的事情。请坐。姐，我希望你能赶快回娘家，这样照顾妈也比较方便。我跟冠华提过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是啊，高二姐，你现在人还在林家，现在又劝明芳回去，是不是太为难她了？所以我今天除了是来劝你们回去，我也是要来告诉你们，我决定要离开林家。啊？是？为什么？那一天，当妈说 Michael 外面有坏女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应该要离开了。妈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其实你可以不要怪她。可是她说的也是事实啊。现在，林家，还有妈跟 Michael 最需要的就是你了。那，冠华知道你来吗？他不知道，可是我心里很清楚，对 Michael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离开他。还有他现在是最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赶快回去。啊，那你以后呢？我想我会先回南部住一阵子吧。林芳姐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对你所做的一切。我走了。珍珍，你要保重哦。谢谢。我真希望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。你呢？你的幸福在哪呢？为了妈，我还是要把玲玲带回去。你也知道我的心，我对这里也很有感情。至于我们，我真的不知道给你什么样的承诺。没吧，我懂，别说这么多。你就好好回去照顾妈妈。
天当你把手放在我的胸口上，我就明白你是爱我的。只是我们的爱一开始就错了，我们的爱带来的快乐却造成了别人的伤害，所以我选择退让。那天你的手在我的心头上留下的温度，好暖好暖，我永远都会记得。祝福你，你要好好珍惜明芳跟玉玲。真真呐，如果一切可以重来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。终于愿意回来了，玲玲，爸爸想死你了。玲玲，乖，过来，把书包拿到房里去，过来啊。到里边跟奶奶说我们回来了，知道吗？好。嗯。明芳啊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。我希望你知道，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妈，而不是为了你。我了解，我对不起你在先，我会非常尊重你做出来的任何决定。你也要知道，我现在并不是困在婚姻生活里边的明芳。你愿意回来就好，愿意回来就好。我绝对不会勉强你为我或者是为这个家做出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其实我自己心里也还很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。高正正他走了，你的心你很想他吧？我进去看妈。小玉玲，回家了哟，开不开心？嗯，那你要乖哦，听奶奶的话哦。好，嗯，好，拜拜。高寒最近都没有什么行动，难道他真的改变了吗？阿金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没有礼貌？到人家家也不会先敲门。我想问你，人与人之间爱与不爱到底如何区分？如果已经不爱一个人了，为什么还可以对他继续无怨无悔的付出呢？你跑来我这就是为了要问这个问题？我不懂，叶明芳不是已经对他的婚姻死心了？那他为什么还搬回林家？难道他还爱林冠华吗？人类的感情，你不懂得可多的呢。不过你今天来，是想要跟我学，很好，我也愿意教。告诉你吧，其实明芳已经不爱冠华了，他们俩之间的感情并不是男女之情。那他为什么还愿意搬回去跟林冠华住在一起？冠华伤透了明芳的心，经过这么多事情，明芳也想通了，他不想再做一个只是处处为人着想而牺牲自己委屈自己的人。那更说不通，既然这样，他更不应该回林家。因为为了亲情啊，亲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久了产生出的一种情感，像亲人般的熟悉。虽然冠华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明芳的事，但还是愿意不计前嫌继续关心他。
就是他，我的未婚夫高寒。真爱是不能用外表来衡量的。为什么喜欢他？原因很简单啊，就是好爱他哦。那我们之间又是如何？我曾经以为，你以为你爱上了我？那我们之间又是如何？我曾经以为，你以为你爱上了我？我是不会对任何人动心的。说穿了，我只不过需要一个实力相当的人，让我产生斗志。但是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可以爱每一个人呢？因为我是天使啊，天使的任务啊，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人，包括你。我跟你争斗那么久，就是希望总有一天，你能够了解亲情、友情，还有爱情。比方说，像是天灵对明芳牺牲奉献的真爱，而明芳呢，对他家人无私的爱。爱情是一种感觉，我跟安琪的关系只是一种爱情的形式。那么我对阿金的这种感觉到底是不是爱情呢？大概不算吧。谢谢你。啊？你进步了哦。哇，好棒哦！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在店里吃饭了哎。玲玲喜欢的话，以后啊，爸爸每天都陪你吃饭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我们来打勾勾，不能骗我哦。来，还要盖章。嗨，冠华，你以后不可以再乱跑了，不然要打屁股哦。是的嘛。菜烧好了，饭来了，大家赶快来尝尝我这个阿金二厨烧的菜怎么样？来，阿金啊，谢谢你啊。厨房还有事情让我去帮忙吗？哎，别了别了，快快坐下来。好不容易你回来当老板娘了，你就稳稳当当做你的老板娘，厨房的事啊你就甭操心了。阿金说的没错，明芳啊，我看你就别忙了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哎，快别那么做，你也坐下，你根本不懂厨房，你还帮我啊，越帮越忙。坐下坐下。说真的，老板老板娘，既然我已经决定要做厨房的事，我决定会好好努力。那我觉得你们要帮我，还不如赶快帮我尝尝这些菜合不合格啊。对呀，妈，我好饿哦。快吃啊吃，让玲玲吃，再吃一口。嗯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好吃，明芳，你做的菜好好吃哦。谢谢林妈妈。啊，这个菜怎么跟以前的菜不一样啊？玲玲，不要乱说话哦。真的吗？有不一样啊？哦，那我来试试看。真的耶，跟以前的味道好像有点落差哦。阿金啊，其实你不需要压力这么大。我觉得你做的其实已经不错了。错，能做出这样的味道啊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可是我比较喜欢吃天灵叔叔做的菜耶。小孩子啊是不会说谎的。玉玲说的对，不管我厨艺再怎么好，也好像抓不到天灵他要的那种味道。哎，
当初我实在是不应该这么冲动，让天灵就这样离开的。冠华，这件事我觉得你也不必太自责。天灵要离开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明芳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能力有限，如果荣华园要重新开张，要我顶几天是没问题啦。但是要吸引吃那些招牌菜老客人回来，我担心。阿金啊，你不要这么说，真的好好吃啊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可以去把天灵叔叔找回来啊。哎，这个祸是我闯出来的，我想我应该亲自去找天灵，跟他道个歉，拜托他回来。好啊，那吃完饭我陪你一块去。嗯，外场归我管，请你马上进厨房。其实我也很喜欢跟你一起打拼，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有依靠，就像遇到什么困难你都可以一起跟我度过，我也觉得很满足很快乐。道歉的，过去是我不对，还有算是给你讨个人情，希望你可以看在过去我爸爸对你的情分上，回来荣华园帮我好吗？帮你？明芳不是回去帮你的吗？明芳要照顾林妈妈还有玉林，那现在冠华是负责外场，新来的大厨不能掌握荣华园的口味，所以我们所以想要找我回去重新掌厨。嗯，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荣华园少了你这个当家大厨之后就一点都不像荣华园了。冠华，当初我离开荣华园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我已经把师父传给我的食谱都已经交给你了，你也答应我要好好的经营荣华园，现在你想把我找回去，你又想推卸责任是不是？哦，不，你别误会，当初让你离开的确是我一时糊涂犯下的错，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么诚心诚意来求你，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想好好整顿荣华园的决心。是啊，天灵，冠华现在是孤掌难鸣，你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，给他一次机会？他今天来是诚心诚意的，希望你能回去。哎呀，很抱歉，我不回荣华园了。天灵，如果好了好了，冠华，离开荣华园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把所有的积蓄投注在这家小店里面，就想要在这里打造我自己的世界，自己的舞台。可是你现在一个人来独撑芳龄小馆，又没有人来帮你，你不觉得很辛苦吗？更何况荣华园已经有一定的口碑还有基础，如果你肯回来，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打拼，再次擦亮荣华园的招牌，我相信啊，你师父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可是芳龄小馆是我用我自己的心血打拼下来的，难道你们要我牺牲这段时间来的努力就满足你们的期望？华姬，天灵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们不应该这么自私，只有顾到我们想要的而忽略了天灵的感受。抱歉，我们应该尊重你的决定。你们放心，荣华园是老爸留给我的，我不会让他毁在我的手里，我会另外想办法。天灵，不管你回不回来荣华园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在我最荒唐最迷失的这段日子里面，这么尽心尽力替我照顾明芳还有玲玲，还有这么多年来
你这么尽力，替我们维护了荣华园这块招牌，你要保重。我不打架了。想通了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勉强天灵的。没听过吗？三顾茅庐，别气馁。天灵现在只需要时间考虑，你只要继续啊，保持你的诚意，他一定会被感动的。那这段时间要多麻烦你了。嗯。喂。喂 ，Michael。珍珍啊。我把房子退了，我缴了违约金之后还剩下一点钱，我想把它汇还给你。啊，珍珍，我们可以见一面吗？好吧，那我们约在老地方见。珍珍，别说了，快去处理吧。那就麻烦你了，快去。希望他从两个女人身上能取到一点东西。自己灌醉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你有必要这样折磨自己吗？阿金，你不懂的。我怎么会不懂？你对明芳一点信心都没有？冠华他已经浪子回头了，他愿意负起责任，明芳是不是应该回到他身边去呢？我不管明芳回去或者是不回去，要么你就振作起来，好好经营芳林小馆，要不你就回到荣华园。总比在这里醉生梦死、自怨自艾好吧？你说这些我都懂，可是呢，我留在芳林小馆，我放心不下；回到荣华园，我又没办法隐藏我对明芳的感情，我该怎么办？幸福是操在自己的手里的，不管你到底要怎么做，都比你自暴自弃来得强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想了很久，想。